八十年代初，九广铁路公司成立，希望提升九铁嘅服务水平。一齐睇翻当年涉及火车服务嘅投诉。政府话今次将九广铁路改组，系希望能够改善管理同埋效率。事实上，而家不少搭客对火车嘅服务都有好多怨言，包括成日误点同埋发生故障。譬如好似呢一班车咁样，就因为有一个车辘出咗毛病而停咗好耐，令到班搭客非常鼓噪。挂咗几耐？你知唔知啊？好耐啊！头先喺上水嗰次整咗成半个钟头啦。4:07喺大埔墟等啦，一个钟头都嚟唔到大埔坳，等成个钟头咯。嗱，第一件事你有咩唔妥又唔双报俾人哋听啊？第二件事咧，嗰啲风扇到咁样嘅坑皮，冚唪唥乘车嗰啲啊，翻去乡下喺度旅行翻落嗰度感觉咁热，而家你想去热死人嘅？我今日都想去。就琴日又咁，今日又咁，啲風扇今朝早我上都係咁噶，一把都唔開噶。又好似呢度出閘嘅地方，好多回鄉客都埋怨閘口太細，好唔方便。又譬如呢度，明明左右排咗兩條龍，但係都冇人理。呢種種問題，如果將九廣鐵路改為以商業手法經營嘅公共機構，鐵路嘅管理同埋員工嘅工作效率都應該可以提高。